吃吧，吃饱了一会儿好卖你啊。哗啦换钱喽，有金簪子银链子犀利饼子铅蛋子古钱古币瓷罐子换钱喽。呀呀，脑袋大脖子粗，不是大坨，我是伙夫。哎呀，这不是买拐那老弟吗？这不是拐了拐了那个大姐吗？哎呀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大姐啥也别说了，缘分呢，缘分呢。你原来不是颠大勺的吗？你咋又收成破烂了？哎呀大姐呀，一言难尽呐，这不是吗？自从你家我大哥不惧慧眼发现我这病根之后啊，哎呀，人家单位就不让我炒菜了。是吗？人家把我给炒了啊。哎呀，我一看咱这个腿短志不短呢，对不对？自己找活干。哎，我就发现啊，咱们邻居有个四愣子，捡破烂收废品发财了。发财了？你猜怎么发的？咋发的呢？50块钱买个瓷罐子，卖了50万，小洋楼签来了。是吗？不瞒你说大姐，我通过捡破烂收废品，我就要等待这个机遇。大兄弟，这做买卖可不像颠大勺 啊，你可得多长几个心眼，他这人太实在。我跟你说大姐，你就放心吧，就凭你老弟这个智商，上当受骗的事绝对找不着我。那就好啊。哎，你家大哥又上哪儿卖拐去了？不卖拐了，他改行这不养猫了。他咋这么弱智呢？养这个玩意儿上哪儿卖去？那你也不能那么说，老弟，这年头这事儿吧就这么回事儿。这百货应百客，啥人玩啥鸟。这有的人你看他挺天挺灵的哈，可是明明看着是个圈套，哎，瞪眼珠他就往里跳，拦都拦不住。那你拦他干啥呀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骗子是挺可恨，但是有些个人愿意开骗那就更可恨。你拦他干啥？咱不拦他。是。那什么，回去给大哥带个好啊。哎，还是那句话，谢谢啊。那行了，再见啊，我走了，再见啊。哎呀，妈呀妈妈呀，什么呀？妈，你给我踢坏了吧？啥呀？喂猫的碗啊，踢坏了。妈，踢坏了。万历年间？哎呀妈呀！呀，踢坏了！我的妈呀！万历年间，这是明朝的文物啊！哎呀，这个东西要到了古玩市场的话，价值连城啊！哎呀！来！大姐，你这碗啊。你用这个喂猫弄坏了多可惜呀、啊、一个破碗坏就坏呗呀。哎呦，这个傻大姐还不识货呢。我的妈呀，机会来了，我要把它弄到手的话，小洋楼起来了。不行，我还不能提卖碗呢，我要这一提的话就给他提醒了，我得先买猫然后让他送我碗。哎，你快收破烂去吧，天不早了。不去了，那什么，歇会儿，劳逸结合。哎呀，真好看。哎呀，越短相越好看。谁呀？猫。我寻你说我呢。你比猫还好看呗。哎呀，大姐呀、啊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。啥事儿啊？我想买你这只猫呢。你净扯呢，你买它干啥呀？大姐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咱家我老母亲吧，这不去世了吗？完了吧，我爸挺孤单寂寞的，完了我就想吧，买只猫陪伴他度过幸福晚年。那你看，你不说后老伴，你拿猫护你爹，那叫啥儿子？你这大姐，哎呦，你听我说，大姐，我跟你说哈，咋的也比啥都没有强啊！你说呢？不是，你爸到外边要去去吧啊、嗯！那啥，我这个猫呢是商品，我一天要是卖出一个呢，往家交一份钱。哎，完了我再拿了一个猫，在这继续再卖。这猫呢，一个不能多存，钱呢一个不能少。要不是这样的话，我这个猫就白送给你了。哎呀，大姐，你不用解释这个，我明白。
你做不了我大哥的主，是不是？我不能白要，我给你钱啊，给你钱。别，不是你给不给钱的事儿，我这个猫我就不想卖给你。你咋这样呢？买卖买卖，你买我卖，对不对？你卖谁不是卖呢？不是，这个猫啊，它标价太高，其实它不值那么多钱。哎呀，你再高能高到哪儿去？再者说，我为了孝敬我的父亲，对不对？你开价吧，多少钱？哎呀，开啥价？拉倒吧你！我开价你也接受不了。有啥接受不了的？一个普通的笨猫，100块钱足够了。你100块钱都不够买个猫腿的。真的。哎啊，那个一只猫腿是100块钱，这是4只猫腿，那就是400没问题。不对呀，400块钱不够买半拉猫的。哦，400块钱半拉猫，半拉猫加半拉猫等着于一只整猫，那不就说是800块钱行了，成交。行，你大哥给我标价1000块，少一分回都不让我吃饭。哎呀，1000块钱呢？这是不是太贵了？这也太便宜了，太便宜了。啊，谢谢，我因为多少钱呢？1000块钱没问题，来吧。哎呀，不行，咋的？你咋这样呢你？你说你这个人花1000块钱买个猫，你这不明摆着吃亏上当吗？大姐，你咋这样呢？我跟你说呀，我花这1000块钱可不是再买一只猫啊，我是给我爸买了一个生活的伴侣啊。我跟你说，你啊，要像人家有钱的人吧，千八的不在乎，我也就卖给你了。你说你一天哈、在外边收破烂，风吹雨淋的，你得多少天能赚下1000块钱呢？我这个猫今天我说啥不能卖给你，我说啥也不能第二次再坑你了。哎呀，大姐，你为了让我当这个孝子，你就再坑我一次。你要干啥呀你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不卖我的话，我就不走了，我在这放挺我。那你就在这放艇吧，我走。哎，你要走的话，我跟着你走。你老跟着我干啥，大兄弟？我跟着你找我大哥去，让我大哥卖我这只猫。呀妈呀，你要找着你大哥，他一个猫敢宰你5000呢？别说5000，我就是把我媳妇卖了，我也买这只猫。完了，这今儿他非买不可了。我为了他省俩钱，我这只猫还是卖给他吧。我不信就不能把这个碗弄到手，买猫。卖猫，买猫，卖猫，买猫，卖猫，卖了，卖了，太好了。嗯，我跟你说，你这猫买到手，你可不能后悔啊。那后啥悔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英雄无悔。掏钱，没问题，1000块钱。给你猫。哎。哎，大姐，大姐，有一点我跟你说明白啊，路途比较遥远，这个猫怕它饿了，完把这个猫食我带着。行，我给你装上。哎，行，不用装，我拿着这个碗。我搁塑料袋给你装。不用，我拿着碗。啊，你拿碗。我拿碗。你要拿碗？对呀。哎妈呀，那可不行。干啥呀？猫食给你行，这碗可不能给你。怎么的呢？我们家你大哥告诉我，全指着这个碗往出卖猫呢。我要碗。我要猫干啥呀？我妈呀，我这腿也完了，碗呐，碗。